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来了。来了。今天吃大虎虾。哎呀，娘嘞！哎呦，有没有下线？不知道。个头太大了，真鲜亮呀！但是我又腌了一下午。你吃不腌肉？不吃。哎呦，怎么这么瘦？给我妈妈点个小爱心，点个小加号吧，谢谢大家。每天都问大家有，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太鲜亮了。那就谢谢屏幕前的叔阿姨个你们喽。嗯。嗯，我要吃完它。抽个壳啊！吐一个超大的，像这么响。小孩吃的话，得煮熟给小孩吃啊。嗯，吐壳成功，都下线路了。宝宝，拜拜。